据国际足联的文字记载，古老的足球发源于中国，而现代足球发源于英国。1848年后，足球比赛由英国的海员、士兵、商人、牧师、工程师等传播到世界各地。清代光绪后期，近代足球传入广东。光绪33年，从海外归来的同盟会会员为集结革命力量，在嘉应州设立了一所体育学堂，以传授军事知识和技能为主课，进行体制训练时，教员们指导起学员踢起了足球。当地的青少年受到了影响，也以柚子或者是棉纱绕成线团来当球，也踢起足球来。在广东，最早的海外华侨先接触到足球，当时广东一些教会学校率先出现足球运动，足球成了学生课外的主要活动。1910年10月，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，也就是首届全国运动会，在南京举行，以东南西北中五大区为单位参赛。南部足球代表队基本由香港华人足球会组成，成员全部是广东籍。最后南部足球队以1-0赢了东部，荣获全国冠军。1913年2月，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。鉴于香港、广东开展足球运动早，南部代表队又是全国冠军，教育部决定在广东、香港两地遴选中国足球队队员。1915年，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，由唐福祥任队长，粤港选手组成的中国足球队夺得了冠军。这是中国足球队在国际正式比赛中取得的第一枚金牌。从第三届到第十届远东运动会的足球锦标赛，均由中国足球队蝉联冠军。前五届的队员基本选自香港南华体育会，第八届选自香港中华体育会，除个别队员外均为广东籍。其中唐福祥、李惠堂先后被当时的亚洲媒体誉为远东球王。上世纪20年代，广州的足球队盛行盲目长传、高调冲门的战术。然而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，香港华人足球运动员纷纷回广州工作或学习，加盟了广州的球队。香港足球队员注重技巧，短传边线进攻的提法也由此开始传入广东。后来这种战术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南派风格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李惠堂和一批球友参加了广东航空建设协会的航舰足球队，辗转于广东各地，并远涉桂林、重庆等省市地区，共举行了120多场足球义演。这支球队积极宣传抗日，并将募捐所得款项购买飞机、军械、汽车等支援抗战，慰问抗日官兵，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接下来请各位观赏《潍柴动力·凤凰大事业》。